又回台北，我们复检了。姨父正有个飞机。妈妈。对对。因为是台风贝蒂家的逼近，预定早班第一架立刻飞了。嘎嘎衣服上有的，妈妈，阿婆有吗？阿婆没有，只有叉叉有。叉叉一点有，叉叉和哥哥有是吗？嗯，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哥哥，许多天没有见到我亲爱的哥哥了。抱抱你，对不对？你有亲亲哥哥吗？今天财宝有没有弄你啊？没有啊。中秋节就是要烤肉哦。拜拜。